心动是像蛋白质一样的必需品，是日子，是家。心动是入口回甘却没有疗效的药。心动是心在砰砰砰的跳，是在他面前舍不得哭。心动是有限而宝贵的性感，只给重要的人。眼里住着星星，心里有颗太阳，是你让我变得那么美好。心动是一种本能的微反应，不受控制，无法掩饰，是你藏不住的秘密。是永远都有问题，却永远没有答案。心动就要变本加厉的行动，甘愿长梦不醒，敢于交出完整的心。在命运的变数里求一个童话，一瞬间的神奇力量，胆小鬼变身小女侠，为你心动了，花光一切守护你又怎样。你多久没有心动了？8月26日，腾讯视频《心动的信号》，一起感受砰砰砰的心动。